我干了，我干了。老大，你都不跟大嫂打个招呼，也太不近人情世故了吧？那怎么追女孩？让我教你几招。是啊，老大，人家大嫂好像还带了朋友来，如果不进 VIP 区，多没面子。嗯，就是。我嫂子的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 跟你说，哎，大嫂，慢点，可能都是他的粉丝。谢谢，谢谢。哇塞，谢谢。老大让我带你进去。进去？哇，大嫂是谁啊？大嫂，别站着，我可以带你进去，过来。 刘尚云，什么时候嫁人了？我都不知道，不是，他乱说的。咱俩都在一起厮混三年，你竟然找了个……我得去问问。干嘛呀、啊，雷雷？哎，喂，你们老大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大嫂，我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，咱们边走边说。哦，那个，戴萌。哦，对了。 老大今天心情不太好吧？戴萌，那位是我的朋友，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进去啊？那当然，嫂子的朋友绝对可以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再接过一下。戴萌，我不会永远支持你的。戴萌，你要加油！戴萌，再给我下一个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这里就是我们选手的休息区。 刘小雨，那个是不是杠神啊？嗯，哇，可不可以帮我要张签名，就签在我的裙子上，这样我这裙子粘都不洗了。这样啊，放心吧，虽然我们老大呢从来不给人签名，但是。 大嫂的朋友，大嫂的朋友一定没问题啊！好啊好啊，他在说什么呢？大嫂的朋友，大嫂，他们老大就是杠，那就是说我老公的男神是你男人，你男神杠神，杠神就是我老公的男神。你在说什么都把我说绕了，我其实跟他才见过2次，今天第3次见而已。 老大这么猛，2次就搞定了。我不，哎，哇，大嫂，快坐。去哪儿去哪儿？不是，我真的跟你不说了吗？我说你们大嫂吗？好厉害！不是，兰兰，你听我说啊，一会儿你见到杠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他脾气不是很好，我怕他生气。其他的问题我们回去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放心，我绝对要装死到底，不会打扰你们谈情说爱的。 啊不，我们没谈情说爱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什么都行，不是什么都行。哎哎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快快快！林俊，你也过来。你猜我把谁带过来？谁啊？大嫂啊，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个，看见没有？你们知道吗？刚才大嫂跟我说，她只见过我们老大2次面，今天是第3次。
不会吧？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，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他搞定了，这什么效率啊？你们不用八卦了，马上比赛了。老大可以啊。